我跟本本一起走。好，欢迎。对。好，右边。来，在左边。好，正前方。是老男这边都要这样子啊？对。对。右手边。嗨。你好。来，正前方，正前方。好吗？对。那个站起来快快。不会，不要乱讲。好哦。好。哎，都读归单拍一下好了。哦哦哦，好。都过来一点。来，摆上去哦。好，正前方。好，正左边。好，右边。好，正前方。开心，开心。好，来这边，再放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林婷婷姐，谢谢。专业了吧？今天不就轻松来看个狮子王吗？今天跟一个比较久违没有露脸的人一起访问。对，真的。昔日私下有见面。哦，我们私下有见面啊。我说，但是你说足以公开场？对对，就昔日棒棒糖弟弟。现在已经是棒棒糖阿伯了。现在是阿伯，40岁的阿伯。没错。之前有看过了吗？没有，我就看过卡通跟真人版电影，然后因为狮子王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算是一个系列的里面最喜欢的动画片。哦，对。阿本，也是第一次看这样，所以蛮期待的，因为里面歌很好听，这样。对对对。就首先就要听我们琳达，我们琳达，对之类的。我觉得我们得要认真看。对对对，就是我们大概跟他对到底在唱什么。对对对。对。好，结束了。所以有没有最喜欢里面什么角色？哦，我最喜欢那只小狮子，还有那个对辛巴，然后还有那个丁丁跟满满。满满。丁满跟满。啊？他名字是丁满跟碰碰，所以是丁满跟什么碰碰啊？对了，丁满跟碰碰啊，他也说是碰碰跟廖旭，那是前大前辈大前辈的部分。你再讲一次，丁满跟碰碰，丁满跟碰碰，对对对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哥哥最近在忙什么？哦，我最近我要准备拍戏了，然后营业中刚录完。然后就七月中下旬准备拍戏的，这样。透露一下新戏的角色。哎，现在不行，因为有签那个保密条款，我可能如果讲的话会被换角。你那时候录完是已经 ending 这一季 ending 完了，对。那最后会有真的会回归吗？就是你们之前的伙伴吗？对。这个我不能讲，因为这个讲我也会被杀，因为他会把我的画面全部剪掉。但就是很谢谢大家，就是最近对营业中的支持啊，就是有点真的是再说一次，就是受宠若惊。对，哥哥你这么会唱又会跳啊，有没有机会是将来来挑战一下音乐剧？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范围，就是。对你刚刚讲说，我又会唱又会跳，自己有点心虚。也会演啊，你不是演过舞台剧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演过舞台剧，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演音乐剧的话，我是蛮愿意尝试的。对。那阿本是在哪？哦，我已经做幕后做7年了，这样子，所以今天是很刚好跟鬼鬼一起来。他今天算是真是昔日，然后跟我一起露脸。所以我就是平日就是1到5正常的上班族这样子，对对对。就是朝九晚五那一种。对，讲居什么？居家工作，居家工作。居家工作。对，他现在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上班族。对啊，在动画公司工作这样子，对啊。哇，那薪水跟以前应该起伏蛮大的。其实差不多哎，就是因为公司对我还不错这样子，然后就负责蛮多工作的这样子。对。但是也买了房子啦，所以压力有点大，不能随便辞职这样。你家可以借我住吗？对，我就住你家，我们很近。好好好。对对对。所以
看这个音乐剧应该对你的工作没有大帮助。对啊对啊，因为我们公司做很多好莱坞的电影这样，所以说我觉得来看一下也可以对演出啦，或者是对整个舞台的设计啦，都可以有一些想法。对，例如什么作品是你们公司出的？我们公司讲一个最厉害的出来，来，就是 Marvel 系列都是我们公司做的，这样，对，我们是全球的公司，这样，对对对。那这样你看看会寄养吗？就是你说上去演的部分，还是说要去做技术的部分？有啊，今天穿这么丛林风，就是等一下会上台啊，等一下要抱辛巴的那一段，对，等一下就会是他演，哦，我的领导，我的领导，忍不住。演戏其实一直还蛮想演戏的，这样。可我觉得之后吧，因为现在工作也不太有办法说真的兼顾这样，所以说如果真的有机会，或是有一些不同的调整，还是会有点想要演戏这样。在专辑方面有一些开始规划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目前没有出专辑，这个专辑现在是目前就是没有这个，还没有这个思考的范围。但就是演戏算是很久没有回归，所以对我来讲蛮紧张的。对，就是因为真的超级久没有演戏，然后现在比较会专心在演戏这个部分。那唱歌的部分专辑没有，但歌是会有的这样。就一首一首推，对，因为专辑太贵了，但一首一首比较划算。就是一首一首比较，因为专辑你出十首没有办法每一首都达到，那一首一首我就专心全力以赴一首歌，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是比较好的。所以预计何时要进剧组了呢？七月中下旬。最近在，而且我今天刚好因为我剪头发，就是有换头发这样，然后头发也染了这样。大热天要拍戏，不特别辛苦？我很害怕，因为我是一个一热就会厌世的人，就是我也蛮，但是还好，就是拍戏会变瘦，我觉得这蛮快，因为会吃不下饭。对。那严又廷之前就这几天，因为他都没有回去，他就去其他地方打工，然后又被网友骂说，就是好像没有他节奏变很好之类的。没有，他节奏是真的变得蛮好的啦，是真的蛮好，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。有他在是另外一种效果啦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有适合他的工作，但也不是说他可能就是要比我们更加努力的学习。会心疼他吗？当然会心疼啊！他都不能睡觉，我每次黑眼圈都超重的，那我就说你要睡觉。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由他自己出发，我们外人再多说什么，我觉得都是没有用的。对，你请问在打什么？打字啊！你以为要传简讯给朋友？我在传简讯给朋友说，怎么跟我聊天在传简讯？然后你说，那他还在那个群组？他，亚伦啊，亚伦！因为工作需要，他现在已经不在。他在那个群组。他在。但你们有另外一个？没有他的群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一个群组而已。对对对。你不要害我！我不是在看狮子王而已吗？这不是我的活动，你们管我这些，气死我了！好了好了，就这样，我们要去看狮子王喽，我们找辛巴喽，好喽，好，我们要穿上叶子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右边，这边，对吗？来这边那一个，右边，右手边，对，来右手边，来右边同样的，好吗？来左边，左边，视线左边。Thank you.
下。来，不好意思，麻烦视线高一点点，视线高一点点。社区楼一 ，Joy、Yuki 还有 Mina 还有瘦瘦。六个，六个，好。再过来，一点。OK， 好，正前方哦。好，狮子，来六位视线哦。来这边。来高一点，这边。来，来视线一起对左边。来视线左边啊、哦！阿德，阿德好活泼、哦。来啊！我们确定要坐右边。右边来，左边麻烦一下。往这边。好，来回到中间二楼。来，视线中间上面哦。二楼，来上面二楼。我们可以站侧身一点嘛？对，站侧的对。好，三二一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可以。我不用了。你是王，哎呦，好笑。对，没错。跳蚤狮子的职场都没错。对啊，我说的都是。我一直很尴尬。没有，我要确定。不用确定，就是男的。因为昨天穿这些，有些男生上班有这样换，换不是。那他现在一个人吗？可以直接问他，他们现在当打好的人。哎，你很尴尬。够不够？老婆，右边。老婆在找孩子，我就问他就好。这边。那个小孩子。右左边。右边来了，老师们该几个姿势了哦。就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，好了吗？右边来，右边，来右边。哎呀，来最左边，来左边。来右边再一个。来，陶老师，视线右边。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快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可以。而且，现在这个上面，这事情上面，这个好。好，我访问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访问哦。谢谢。今天陶喆老师一家人一起来看狮子王，小朋友应该非常开心兴奋。对，我其实不知道他会不会，他是兴奋的，但我不知道他等一下会不会看到会觉得有点惊吓到，因为其实我之前跟。我跟 Penny 已经看过 Lion King 了，对，我们在纽约看的。那个时候其实看的时候是很震撼了，当然，然后这个他整个的这个制作，整个的 production 是，值得我们去学习跟去看的。但是我觉得对于，不晓得我儿子三岁多一点，三岁四个月，我不知道听到可能那样子的声音，跟那样子的音量，他会不会觉得会有点害怕这样子？对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，这是他的第一个。音乐剧，音乐舞台剧，对，所以我自己也挺兴奋的，对对对，啊？卡通或卡通？
其实他喜欢看一些蛮有刺激性的东西哦，对对对。可是就你知道，小孩子蛮有趣的，有时候会有一些东西他会特别觉得可怕。对，比如说他现在开始是喜欢恐龙了，他现在开始很喜欢动物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，当然这个里面是没有真的这个动物了，所以他一直在问说，哎，会有真的狮子吗？我说，希望没有。对对对，对。所以今天其实我还蛮期待要看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，对对，害怕他看一些看不太懂，知道吗？会，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在那个，就是每一天要问差不多1000个问题，1000个为什么，对，真的快疯掉了，对。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变得我非常会这个应付3-4岁的小孩子了，对，就是我要一直要想要怎么样去回答他，因为你不能叫他说，哎，不要问那么多问题。所以就一直要想办法去回答，所以我相信等会儿我要一直轻轻的回答他100个问题，在这3个小时当中，对，所以被难倒过吗？对啊。哦，每天都会被难倒，每一天。他刚刚在家里还问我说：“爸爸，为什么这个我们家里有玻璃？”我说：“因为要看那个外面的景观，要看天空啊。我们住大厦里面嘛。”他说：“如果没有玻璃的话会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你掉下去你会受伤啊。”哦，对。好吧，对，就还是得回答，对对对，很多这样的问题，对。不会，没关系，我的耐心本来就挺好的。OK， 对，应该快要开演了，所以我想应该要进去了吧？对对对。今年要发专辑。今年要发专辑，然后今年也有这个计划，就是可能要就有演，今年演唱会还不知道，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线上的直播演唱会等等的，对，所以今年计划蛮多的，所以其实可能在开始忙碌之前就多花时间陪家人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周末的时候都是这个亲子周末，对，这个昨天去看这个棒球嘛，对啊，今天来看狮子王，对，所以尽量多花时间陪他。完成了，应该说80%了吧？对对对对对。那这次其实的这个信息量跟音乐是非常非常多，所以请大家这个拭目以待，大家多多指教。对，谢谢。